この番組は麻烦订阅信的频道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OK， 好的，我是信。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东西。等了很久哦，刚刚有看到那支影片的话，就知道我之前都是拿雨伞在变身 The End， 等了这么久。这个 DN 的枪好像等的真的是蛮久的。我记得在 Decay 的新腰带发售之后没有多久，他就推出了这个预购的活动。那我们台湾 PB 呢，到11月终于是寄来了，哇，就是一直在期待这把枪。那我们就来开箱喽。哇，就是宣纸啊，宣纸。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一次的包装，非常的好看哦。用黑色做基底，有种高级玩具的感觉。那转过来呢？啊，这次有所有的副旗在上面哦，包括我最喜欢的 Metal， 然后 Gaze 啊，最近的 Gaze 都有，这些都有。边框这边也有所有骑士的卡面啊，另一边也有，这边是平成一旗，酷卡是没有二期的啦，所以这个就啊，所以它卡算是哇，所以它卡算是少一张。啊，那我们就来开内部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瞧瞧长什么样子哦。哇，哦，纸箱样，好，没事。哇，各位啊，你各位啊，看看啊，来一把，一人一把对开喽。枪啊！啊，这个是哦，哦，这是放卡的卡槽。那这边有一大堆的卡片哦。我觉得怪怪的是，明明这是敌人的枪，结果他第一张卡是放 DK Complete Form， 是有点怪啊。好，那么我来把它拿出来喽。好了，我们看看它的外形，就像是。DK 系列的骑士，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的配色是用品红色跟这个西岸这个颜色，我在台湾不知道叫做什么，总之就是 YMCK 里面的西岸跟 Magenta， 就如同我们 DK 腰带从白的变成品红色 Magenta 一样，这次的这把枪也从黑色的变成西岸。这个颜色，说真的，我原本知道这骑士的设计理念是来自四原色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啊，会不会出 K 跟 Y Yellow 黄？就没有，并没有，瞎掰的。好，那么我们聊到这边，先来聊聊这把枪的外形。我必须说，这次虽然也是跟 DK 一样是属于强化之后的颜色，但是，哎，我个人感觉没有 DK 的漂亮，因为它整把枪这样看起来很有一个玩具感。我觉得以前的那个黑银色的配色比较好看一点，个人感觉。好，我们来启动它看看哦。开关在这。OK， 拉出来的手感非常的舒服，可以这样玩呢。嘿，那我们在读取卡片之前，我要先讲一个小知识，就是最早以前出的 The End 枪呢，以前的那个版本是不能读卡片的，做的有多烂，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觉得不能读卡片，那应该基本上还可以做到变身吧？错，他连读自己的卡片都做不到，因为我以前买过那版的枪，我真的很生气，没有办法读取卡片，所以买回来的音效只有 Command Light， 然后噗发射声之类的很少。那这一次。我为什么会买这一支呢？因为以前就是做不到这样子插卡进去，然后变身或召唤嘛。这次可以了，虽然颜色没有以前的好看，但是功能吊打以前的那一款。好了，那么我们就来放卡片喽。啊，在读取卡片之前，我忘了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这一次的卡片呢，除了二期以外，啊，可以看到二期以外呢，它还有送 DK 可以变身的所有骑士的卡片。最终形态的卡片，其实买这一款也就是补足一些 Decade 的音效啦，很厉害的双重商法，这两个玩具一定要搭在一起买，不然你买 Decade 的腰带是听不到完整版的音效的，旧机形态的这些音效。好啦，那么我们就来试试看，时隔多年，我终于可以做到的，用 DN 枪变身成海东夫人。つかさ。
哇，非常舒服。那么我们来听听看，所有我手上有的这些 The End 可以用的卡片的音效吧。哇 ，The End Complete Form， 我一直都觉得 The End 算是比 DK 强一点，就是总有这种感觉，因为他的技能很召唤师。The End 完全模式。G3， 原来他的 mark 长这样。我们的夜骑 Knight。啊，我们只剩粉的 Kaiser。Tachibana san， 能得不了吉他斯哥。一吹鬼。战丘 Gataku。明户商最棒了 ，IXA。奇怪，这一盒怪怪的，我是照顺序开的，结果 IXA 后面是灵王 Zeronos。哦，不可以问他问题的 Axel。哦，我们 Boss 医生 Boss。OK， 我最爱的 Metal。人气低到演员自己吐槽的 Beast， 香蕉巴龙，声音很吵可是颜值很高的 Maha， 成哥 Specta， 医生飞彩 Brave， 哦，吃鳖龙，吃鳖龙，大家最喜欢的吃鳖龙 ，Crows。然后最后一个最近的二期，哎，不算最近啦，反正就是平成的最后一个二期 ，Gates。好了，我相信影片看到现在这边，应该有很多人会问，哎，信你为什么会把最后变声音全部剪掉？因为，哎，变声下去的音效全部听起来都一模一样。我合理的认为呢，这个原因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因为 The End 跟 Decade 不一样， Decade 是直接变成那个骑士嘛，有没有？但是 The End 呢，它是召唤，所以可能音效上就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有一点点混。好，那么剩下一些必杀技卡，全部都来试试看吧。这张 Illusion 叫做 Neo Illusion 呢，跟以前不太一样。全部都变成 Neo， 这是 Neo Invisible。Attack Lido Invisible。射击系的必杀技应该有砰砰的音效吧？拜托啦 ，Neo Cross Attack。Attack Lido Cross Attack。好咯 ，Blast， 给我砰砰砰的音效 ，Blast。啊 ，Barrier 应该也一样啦。好了，大绝总该不一样了吧？拜托大绝。哇，然后大绝的 Final Attack Lido 是唯一一个音效不太一样的。好了，我们来试试看。Neo the End Driver 可不可以使用十王的召唤卡？那我们知道吉欧可以了嘛？毕竟 Neo the End 算是吉欧的骑士。那么这一次 Ghost 可以吗？这些 Attack Lido 不知道行不行哦。那么必杀技卡确定都可以，那最后我只要再测一种，那我最后只要再测这个 Decade 就行了，因为我很想试试看那个电影版的那个画面能不能 Final Formula 都呢？
Final Boom Light。好了，我这次测试出来的结果来说呢，所有的卡片召唤音效几乎都一样，除了 The End 自己变身的声音以外，其他只要是使用它以外的卡片，它以外的骑士卡，那音效就会变成那个召唤音，嘟嘟嘟嘟的那个，有啊，是非常可惜。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是用 Final Attack Light， 总之全部都会变成攻击的音效。好啦，合理的怀疑它大部分的音效都跟之前的 Decay Driver 是共用的。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试试看我们 Neo Decay Driver 的新音效吧，就是用这些卡片得到的音效。好，我们试试看 The End 行不行。OK, the end complete. Kamen Rider. The end complete four. OK, 到这边都还算合理。那其他二期能不能变呢？ OK, 不行。Final Attack Rider, the end.必杀技系列不知道能不能读。Attack Lido。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最后的大家最期待的平成所有骑士的进化形态、究极形态的变声音播给大家听喽。DK 自己。Kuga Ultimate Kamen Rider Kuga Ultimate Form Akito Shining Form Kamen Rider Akito Shining Form Ryuki Survive Kamen Rider Ryuki Survive Survive Fight Blaster Form Kamen Rider Fight Blaster Form Awakening Blade King Form Hibiki, Arm of Hibiki. Kamen Rider. Arm of Hibiki. Hi, 电王怎么是 Liner Form? 有点惊奇哦。Kamen Rider. They're all Liner Form.カブト、ハイパー仮面ライドカブト、ハイパーフォームハイパーフォームキーバー、エンペラー好，进入我们平成二期了 ，Double Extreme。Kamen Rider。Double Cyclone Joker Extreme。OK， 结果奥子是恐龙连组。
For the Cosmic。Wizard Infinity。仮面ライド。Wizard Infinity Style。非戦術とトラミントコーン。Okay, Gaimu Kiwami Arms。假面骑士鱼渣哦 ，Drive Torino。仮面ライド。Drive。Ghost 無限魂。仮面ライド。Ghost 無限魂。哇，井上真纳本人最想要变身的骑士形态哦，就是 Hyper Muteki Eguze。仮面ライド。Eguze Muteki Gamer。輝け救世の高速男の最強ゲーマー。Hyper Muteki Eguze。啊，最后是个人蛮喜欢的 Birudo Genius， 虽然他一直在滚地，但是 Birudo 很好看，哈哈。仮面ライド。Birudo Genius Born。完全無欠のバトルヤル。Birudo Genius。ものすげえ。好，这就是这一次的 Neo The End Driver 的开箱啊，这支枪的开箱。虽然后半可能都在开 Neo Decay Driver 吧，不过这就是这把枪的真谛啦。它有点像 Decay Driver 的 DLC 吗？算这样讲，大家应该有听到刚刚那些骑士的救急形态的音效。这个你不买 The End 的枪是根本听不到的，除非你自己去硬卡啦。我自己是很喜欢刚刚那些音效，因为以前你根本没办法想象 Decay 直接变成这些救急形态，你现在就可以听得到哦。它直接变的话，原来是听起来是这个样子。至于推不推荐买这把枪吗？我先讲一下我的结论好了，直接先讲结论，等再讲一下这把枪我目前看到的缺点。首先，如果你是有 DK Driver 的朋友呢，就一定要买这把枪。大家也可以知道了，刚刚那个音效没有这把枪，根本就什么都听不到。那再来，如果说你以前很喜欢 The End， 然后你买了那把 DX 的枪，或者你没有很喜欢 DK， 然后你有 CSM 的话，你真的可以跳过了，好不好？那最后就是哪里需要改进，这把枪哪里需要改进呢？来，卡片的抽换的部分，这里。如果你角度没有卡对的话，我跟你讲，超难把它拔出来。你卡片这里有一个凹槽，非常的难把卡片抽出来，弄个不好可能会把卡片整个弄坏啊！好险它是胶质的，不然真的很痛苦。那最后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颜色真的很像玩具，所以这点真的是旧版真的比较好看一点啦，比较成熟。总之，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如果喜欢这把枪的话呢，趁现在价格大概还没被炒高，赶快去买，好不好？如果你觉得来不及，然后真的想要买它，然后你又真的很喜欢 The End， 或你有这个，你一定要听到这些音效再去买，否则你可以看我的影片听音效就好。不然我觉得，说真的，好啦，卡片那么多还是值得买啊啊！最后再补充一点。这个卡盒完全装不下你现在拥有的所有卡片，但它没有送任何的腰带让你带。那怪了，那我这个到底要挂哪里？
以上影片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麻烦按一个喜欢，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因为订阅了，不见得会跳出影片通知你有新影片。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